王二姐私夫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人来的不少，哎，今儿有不少，我很欣慰。老词儿，老词儿听的是味儿。楼上楼下啊，好几万人。哎，您听这味儿，包括天桥、长门地区。我说这儿也没那么些，很多朋友都站着。哎，他站票了，这么些人都站着，是没座，不落忍呢。啊，不好意思的，都是花钱，人家凭什么就站着？啊，我陪你们。有座你也不能坐呀，我要坐下我对不起你们啊。您就站着吧。我也站着。嗯，观众跟我们都很熟悉。哎，都成朋友了。好多人我都认识。是啊，很多观众我都跟他们吃过饭。没少蹭啊。您这也闪一板落在眼上，你打那边来，我打那边来，别捣乱啊！听相声别闹啊！不许超过我的声音。观众、演员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？朋友。哎，应该是这种关系，而且是好朋友。哎，关系近。不管您什么身份，你什么大亨啊？大亨。老板呢？大款。非洲的酋长啊？啊？哪个部落的娘娘啊？嚯、哦，人上这儿来呀、啊？那有准吗？是吧？没准儿。往这儿一坐，没有身份高低，哎，都平等，咱们是一样的。对，而且我认为啊，北京德云社现如今还有一个功效。什么功效？解决了很多单身男女的问题。还有这功效？有。是吗？你不爱留神，我爱往心里去。看来您解决不少次啊。哎，很多人来的时候都一个人来，来了些回就俩人了，就交上朋友了，多好啊！哦，听相声还能搞对象，进门交20块钱，挑去吧，好嘛，也有拿我们这儿当婚姻介绍所的，是怎么着？是不是？20块钱也不叫多，找婚介200下不来。对，还托还多呢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，我对咱们的相声的前途啊，一点都不担心。哎，不说相声，干点别的，咱们也能活。这个地儿，很多青年男女，从不认识到最后，现如今有处在热恋当中。哦，热恋了。哎，我很高兴。哦，我很高兴。也花不了多少钱，是吧？那倒是。你请他外边吃顿饭去，你得花几百。对，这个坐这儿，俩人1人20块钱，哎，40，弄点瓜子儿，来壶水，是几十块钱，两人完事儿了，哈哈一乐。对，多好。是，当然了，你也不能说图省钱才上这儿来。保不齐演出完了出去吃顿饭，谁不吃饭？是不是该花钱花钱？赶上女朋友过生日，哦，买个礼物，那是应该的，送个东西，这不能吝啬。哎，不能小气，是不是？嗯，你不是说小孩没钱，哎，都挣钱了。你像我当初搞对象没钱，那没辙。哦，那是话说来年头长了。哦，1920，你爷爷的事儿别说。就是我小时候，哎，说您，我那阵我搞对象的时候嘛，几岁？4岁。4岁？不是，不是4岁，太小了，14。那也小，14，14有这想法是吧？嗨，
十八到十八，还差不多。十八岁那年，认识我第一个女朋友。哦，初恋，特别好，不让我花钱。哦，他全他花，跟我说得花什么钱？也没钱，对、哦、吧？是送什么送东西干嘛？别送，别花那钱，记住了，一千块钱以下的你别买啊啊！就要一千块钱以上的，疼死我呀啊！是疼他吗？这个我很实在，嗯，从来没给他花过钱，啊，就不买了。后来他过生日，哟，你说这多缺德！过生日怎么叫缺德呀？躲不过去这玩意儿。非送不可，嗯，买什么呢？是吧？嗯，你喜欢什么呀？嗯，说咱门口有一古玩店，嚯，那儿摆一大花瓶，嗯，那个我很喜欢，真张嘴啊，嗯，我就看见了吧，嗯，大花瓶跟那价儿一人高，嚯，我说这多少钱？嗯，经理乐，这没多少钱，嗯，七千，这七千，我一个月零花是三十。且凑不够呢，哎，我攒够了，他孩子上高中了，好嘛，那还送他这管什么用啊？眼泪哗哗的，啊、老天爷，啊，谁能帮我一把？经理问我怎么事儿？哦，我把事儿一说，女朋友非逼着我买这个，是，怎么没钱？经理说没事儿，我帮你吧。哦，这原来是一对儿，哦，那个呢？碎了，在地上刚摔，一大堆碎片。哦。给你装一箱子，嗯，拿走，干嘛用啊？啊，你先去，我们打包给你送去。哦，啪扔那儿了，一瞧，要碎了，把你钱花了，有那标签哦，那价签儿。呵，我说太好了啊，救你一命，谢谢您吧啊，嗯，谢谢您吧，我去了，我到了，我说给你订您生日礼物，您最喜欢那个，一会儿就来了，大花瓶，一会儿送来，一进门我一接，嗯，俩人假装没弄好，啪击掉，你哗楞，真，哟，我这坏碎了，那得。一看都是碎片，哎，碎片是碎片，怎么了？每个碎片都包着一个兜啊，都当正品那么包装的呀，服务太周到了，好嘛，过了，这怎么办？气得我呀，啊，女朋友转身就走了，哎，对，明白了吗？上去商店找经理打架去，啊，说你是人吗你啊？你这不回我吗？啊，他乐了。是啊，几千块钱舍得花。嗯，我能让我闺女跟你吗？啊，好嘛，一家子呀。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儿了。哎，我也不爱提这个。嗯，也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儿。嗯，事儿过去就算了。啊，没有别的，希望咱们这青年男女啊，好好过。对，有好日子得有好过。哎，得好好过。国家提倡一夫一妻，是仨人好好过日子。对，哎，等会儿，不不，这，你先等会儿吧。不，闪文，你先别往下说。一夫一妻，仨人好好过日子。对呀、啊，您算得过账来吗？废话呀，怎么仨人啊？一夫一妻啊，俩人，一个夫人，一个妻子嘛。好嘛，没听说过啊。仨人好好过。不，行，不，这不问题。我先给您讲明白了吧、啊、我先给您讲明白了吧。怎么了？一夫一妻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，不是一个夫人一妻子，是吗？啊，那现在叫二奶，那不让提这个。你他们骗我？哎呀，您还真信呐？好嘛，我熊二爷，其实我是好意啊，是不是？同您大伙儿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嗯，就是咱们好好聊聊。哦，好好聊聊，听相声是您生活的一部分。对，希望大家都幸福。嗯，千千万万注意，这男的呀，嗯，不能够节外生枝。不，聊天可以，就别往桌子上坐了，上炕上惯了。好，好好过日子。哎，向于老师学习。啊，我于谦的生活很幸福。我是不错啊。嗯，买大房子。哎，对。楼下200多平米，反正不小，190万，是这房子190万，我装修用了2000多块钱，没装挂扯了。等会儿吧，等会儿，您数一数，2000多，这数得过来，这个甭数了啊，这190万的房子啊，我装修花2000多块，里边没门儿，这个买纸篓就花了2000多。我要那么些玩意儿纸篓干嘛呀？爱脆弹呢是吧？这房子我住不了多长时间。啊，
这意思。有钱一进门上，嚯，嗯，迎面啊，一进客厅迎面挂着12块表，挂那么些表干嘛？英国时间，美国的，印度的，是吧？我开一酒店啊。有钱吗？有钱挂那么些表没用啊，这撑的呗，是吧？这糟那是撑的呗，就是有钱啊。这现在生活幸福，我们嫂子也很好啊。俩人一出去，大伙儿看着都羡慕。哎，是说实在的，于谦当初搞对象太可乐了。怎么了呀？他这个脑子呀，反正怎么说呢，就是去年刚开化。我这晚点吧，这个原来这智力也差着啊。我们做过 X 光的透视啊，那脑仁跟松子儿论的。就这么点儿，打开脑盖就一碗卤煮，知道吗？好嘛，搞对象不懂，一概都不懂，这开窍晚了，25、26了，跟傻子似的，还不明白。一天到晚坐屋看书，哦，就爱看书啊，看闲篇书，聊斋，哦，学聊斋，看聊斋，拿着当真的，哦，这也当真，疯子嘛啊，是拿聊斋当纪实文学那么看。太不开窍了，这个啊，还跟我说呢。你看，哎，你看人家这都跟仙女、跟狐仙结婚。哦，我什么时候啊？我说你有病啊，这怎么着啊？嘿，那你找仙姑去啊？那能找吗？嗯、啊，你能跟仙姑结婚吗？找去能吗？啊，跟仙姑结婚，我就是仙姑父了。仙姑父有这词儿吗？我说人家还有女鬼呢。啊，我就是鬼姑父了。鬼姑父了。我还有神仙呢，嗯，我神姑父，神姑父啊，我还有蜜蜂呢，啊，风姑父，风姑父，离傻姑爷就不远了，这好嘛啊！我找去，我得找去，真找，扔了书啊，奔西山了，进山了，哎，打对过来仙女，哦，手捧清泉款款而来，嚯啊，还以为仙女呢，就是仙女，嗯，卖汽水的，我说怎么手捧清泉呢这？嗯，站那还冲人乐了，嗯。大姐看看他也乐了，哦，要亲命，嗯，你是看上我了吗？啊，是啊，没有啊，啊，那你乐呀、啊，哦，废话，把裤子拉锁蹬上，哎，出门要穿大褂多好呢，嗯、说这意思。意思，神经，坐不看，听评书，电台放评书啊。聊斋有一个叫青凤，有那么一个回目啊。嗯、啊，坐屋坐着，书生跟屋坐着，一推门来狐仙，对，俩人结婚是，天天他坐屋等着，坐屋等着，有狐狸啊，哦，哪有狐狸？没有，连耗子都没有啊，还真干净。上山找狐狸要结婚，嗯、啊，找三天真找着一个，有啊，啊，还结婚，怎么了？公的，哎。什么眼神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大伙儿劝他，你别这样，你做了病了啊，知道吗？给你介绍一个吧。还有介绍的？徐德亮给他介绍一个。嚯、哦，徐德亮是我们后台最好的人。哦，最好人啊，热心肠。你算算，打这次放出来之后，基本就没干坏事。我这档子就差不多是坏事。给他介绍一个，啊，领了一姑娘往这一站，于谦一瞧，你差点没吐了。怎么了？啊，你1.3米的个儿，啊，没什么头发，一个眉毛，嚯，这眼睛有玻璃花，哎呀，鼻子这儿短半拉翅，啊，歪嘴，啊，手这样，怎么净半边的毛病啊？哎呀，一腿长一腿短，你瞧，看着于老师，啊，把于谦气的，那可不嘛。徐德亮，你是人吗？啊，你给我领的这，你才是妖精啊！这是 啊，我刚看完《聊斋》啊，害怕啊！你这是人样吗？我能跟他结婚吗？是啊，当然了，大姐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说你啊，啊，我是埋怨他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哦，徐德亮说没事，你说吧，他是聋子啊。好嘛，我要不骂他，还不知道一毛病呢。都这个，大伙儿给介绍我们这嫂子，嗯，哎呀，俩人很好的过日子，哎，这就好了，生一大胖小子，哎，有孩子啊，你这一家三口多好啊，啊，昨天我听后台俩人说了，嗯，啊，孩子这么大了，咱俩得结婚了，是吗？哎，早结了啊，早结了，是吗？那可。
可不是吗？他们说没解释。谁说您听他们的干嘛呀？幸福好啊，啊，尤其他们两口子啊，很好，很般配。我们关系好，相敬如宾。对对对，举案齐眉啊，应该这样。两口子就非得这样，嗯、啊，也没有说谁高谁一头压谁一头，没有两口子吗？是不是啊？嗯，当然有人说有的。有的男的怕媳妇儿啊，那叫气管炎。有这样的，对，现在反应少。哦，我们分析过这事儿，有怕的啊，真有怕的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它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有一种来说啊，啊，是相貌怕。怎么叫相貌怕？相貌啊，媳妇儿长得太漂亮了。哦，说好看呢，漂亮。自个儿一瞧，照镜子一看自己，啊，哇，自个儿看着都恶心啊。自个儿都吐了，好嘛、啊，太过不去了。对不起这媳妇儿，啊，得了，我怕人家了。啊，得了，有这么一种，怕一辈子。还有的是金钱怕，这金钱怕是？哎，媳妇儿太有钱了，嗯，啊，出去一趟挣一百，出去一趟挣一百。这他应该怕我，知道吗？出去挣钱，去挣钱。你总往回拿钱，啊，自个儿一琢磨，挣不着钱呢。是啊，啊，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捧哏的啊。怎么还是捧哏的呀？挣不着钱嘛，是吧？啊，得了，怕人家吧。就这，那、啊、这就怕了。还有势力怕，势力怕。哎，人家女方，嗯、啊，父亲很了不起。哦，干嘛了不起啊？村长。嚯！这就了不起了，村长。自个儿呢，就是一个捧哏的。不是逗哏的，逗哏的爸爸都是县团级的。我猜这词儿有这个吗？对，也没有这个。说这意思，就怕人家吧。哦，反分这么几种啊，势力怕。说起来说没有必要。好，两口子过日子，嗯，谁怕谁干嘛呀？就是家庭要和谐嘛。对对，家庭和谐，社会就和谐了。哎。和谐社会，对对、嗯，好，你说这个我爱听啊，说的对、嗯，尤其是刚结婚的小两口，嗯，一般来说感情都特别好，啊，如胶似漆啊，燕尔新婚，对，俩人刚结婚，嗯，嗯，高兴啊，不是一天休息都没事，怎么？啊，媳妇跟家做饭，啊，这男的上班啊，家里住天桥，哦，这男的在张家口上班、啊，这天天上下班。中午就40分钟时间啊，跟那边啊，坐飞机送回来，还回来啊，回来吃这顿中午饭，好家伙，吃完赶紧走啊，走5分钟又回来了，干嘛？我想你了，看看，嗨，那么远就甭耽误工夫，知道吗？两口子过日子就怕逗闷子，怎么叫逗闷子？闲的没事啊，你爸爸不就是你村长吗？你看我，啊、我是一捧哏的。我了不起，知道吗、嗯？你以为你不错？嗯，我们后台那刘云，刘云很好看，大个儿啊，要什么有什么。不、哦，想说刘云天啊，说是刘云哦，没天。媳妇一琢磨，刘云像个女的名字哦，打这起就盯着你哦，这没有必要的事啊。瞎你睡着了，媳妇坐起来，嗯，拿袜子套在脑袋上，干嘛呀？打手电翻你的衣裳兜，检查呀啊，改了特工了啊。数你的钱，嗯，看多少钱哦，看短多少钱是啊，100-200短了就短了，嗯，保不齐跟朋友吃顿饭什么的就花了，看看有没有别的相片，有没有啊？哦，相片不行，就怕这个，哦，就怕有相片，知道吗？郭德纲的相片有一车都没事啊，那搭档嘛，就怕有张张曼玉的要亲命啊，张曼玉都不成，你看就你媳妇哪看过这个去啊？可急了，坏了，跟张曼玉怎么怎么样了？好嘛，两口子打架啊，还有这演出票。票怎么了？一张也没事儿，单人自己去的。对，3-4张同事一块儿，这没事儿。就怕两张，你不定跟哪个女的去的。嗨，所以郑重其事的告诉大伙儿，出门把票都扔了，听见吗？好，没人这么琢磨，也没事找事儿。嗯，啊，两口子过日子，有了孩子了，这家里更热闹。孩子添一口人，添一口人多好啊！啊，可是正确教导孩子也很重要。哎，得教育好，是不是？嗯，家里这正忙活，要吃晚饭呢。嗯，这忙活着呢。哦，一推门，孩子进来了，哎，哭了。哟，这怎么问问？得问呢。啊，小倩儿，哎，哎，倩儿，不是你，咱们哎，爸爸，不，这是哪儿啊？哪儿啊？怎么着？
别这怎么叫这名字？别叫这个，没我什么事。好、啊、好，不叫名字。对，儿子，哎，还是叫这个吧，你看他这跳肥减瘦嘛？什么呀？怎么回事？哎，问问为什么哭啊？张爷爷打我了。嗨，你看这男的急了，你怎么打孩子这么大岁数？啊，我找他去。那就问问呀。媳妇要会做人，都会做事的，怎么办？就得拦着。哦，嗯，别闹，别闹，谦儿。还是我，怎么回事？张爷爷打我，哎，不许说谎啊！嗯，张爷爷是那人吗？就是，打你小的时候，张爷爷多喜欢你，哎，那么疼你，背着你，抱着你，啊，给你搁肩膀上，嗯，那么张爷爷的肩膀压成那样了，张文顺呐。你记得你去年淘气吗？啊，这张奶奶熬了一锅汤，搁在院里边，你把你爸爸的袜子扔里头了。哎，人家老两口打起来了。嗯，张爷还埋怨张奶奶，怎么说？海带为什么不切？哎，这爷爷眼神太差了。啊，张爷爷喝完都中毒了。不至于。啊，人好了之后，人家都没说过你，没打过你。你看看啊，怎么会打你呢？啊，你准是淘气了，哎，知道吗？别闹了，去洗脸去啊！饭熟了，一会儿那卡通片演了，哎，动画片看电视，啊、小谦的故事啊，离不开这个似的。说这意思，说这意思啊，行，很好啊，哎，这就劝过去了，这不就过去了吗？啊，你就怕这个，一家子糊里糊涂哦，没事找事，怎么要了亲命了？不行，你这丈夫回家了啊，嗯，下午六点半下班回来了，推自行车回来哦，大杂院、一瞧自个儿那家门啊，嗯、锁着。没人，那帘都挂着呢。哦，瞧这讨厌吗？掏开钥匙，推开门，进去一瞧，被窝还没叠呢，真乱。头天那痰桶跟那儿满登登的，还有呢，赶紧端出去倒了。嗯，找吧，大杂院，自个儿媳妇不定跟哪屋呢。哦啊，人上哪儿去了？干嘛去了？打这屋蹭，这媳妇出来了。嗯，喊什么呀？哦，讨厌。你真不开壶，那几把牌打的玩牌呢？你这二年怎么了？就不开壶、二年不开壶啊？要我这脾气比他还大呢。回去吧，进了屋了，你也不叠被啊？叠什么呀？一会儿不还得睡了吗？好嘛，痰桶你也不到，嗯，那玩意儿干嘛呀？嗯，吃什么呀？买去，买去，买去，现买。行，我买去。嗯，转身出去了。买点饼吧，省事吧。嗯，买点饼，买点火腿肠子，乱七八糟的。嗯，买点回来，来吃吧。吃啊，大饼卷着肠子。嗯，讨厌，就讨厌吃这东西啊，还挑眼。鱼翅捞饭多好啊，是好。拿饼没法夹。废话，有烙饼卷鱼翅捞饭的吗？我挣多少钱让你这么吃？嗯，再一个也架不住你收钱的呀。那是。别废话，别废话，谁付钱？我那年还挣六毛呢，是吗？好，没二年以前的事了。吃个正吃的，门一开，孩子进来了，哭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张爷打我了。哼、你想想，这么大岁数欺负孩子，嗯，我打算算账去啊。真去啊？你瞧这媳妇得拦着不拦着？对，呵，你找着算账去啊？你打得过人家吗？哦，张文顺多大能耐啊？一肩膀高，一肩膀低啊？人练过，一看就是。这样练过？这是武术的架子，知道吗？没听说过。据说架子扎歪了，知道吗？嗨、纸架子呀！你打不过人家，你还跟人家拼呢？咱这倒霉德行啊！这缺德孩子也是，蛤蟆转长虫，掏上一王八，三辈没眼没玩意儿，知道吗？这么一套一套的、缺德的挨刀的啊，是你并没有人家你个狼掏的啊，你还要跟人打架，你打得过人家吗？你自个儿照镜子瞧瞧你啊，胳膊像葱管啊，手指着像烟卷，脑袋像小碗啊，就你那脑袋还没人张爷爷粉刺大了，知道吗？好嘛，有那么比的吗？你那是作死，就是回来吧，别去了，拿着菜刀玩命去，这样的日子你说怎么过啊？不能这样，鸡炒鹅豆，家里边必须保证不出事儿。哎，这一点夫妻两个人很主要。对，从古到今有很多这个民间的故事，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。哦，还有故事啊？你说梁山伯祝英台，梁祝哀史啊？你说说玉堂春？哦，王三公子啊，王三公子，对，都写了很多东西，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。对对对，包括武家坡，哦，王宝。
川，看过吧？哎，知道这薛平贵、王宝钏，对啊，王宝钏、王三姐苦守寒窑，嗯，18年，多不容易，等丈夫回来，没回来，没有吃的，嗯，拿小铲出去挖野菜。你看，吃野菜充饥，糊口。等了18年，丈夫回来了。嗯，当了皇上，嚯，骑着马，呱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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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走到武家坡一勒马，瞧见自己的妻子跟那挖野菜。嗯，啊，心里不是滋味。对，两个人见面一聊天一说事，夫妻团圆。哎，好了。还有一句唱呢，什么唱啊？嗯，老生有段唱吗？是吗？给锭银子吗？是的，媳妇吗？怎么说的？折锭银3两七，拿回去买烧鸡，买苹果，买鸭梨，买一把刀。你就笑笑皮呀、啊、谁说的哪有这词儿啊，老词儿吗？什么老改一七得了，对，说现在这个谁说的呀，老词儿这解放前没听说过的啊。嗯，就说这故事啊、还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用处。什么？王二姐似乎回碑记。哦，摔镜件。哎，这知道吧？啊，知道这个民间故事也是这样。嗯啊，这个王小姐她的这男朋友叫张廷秀，嗨，赶考去了，一走、走了6年都没回来。哎，他每天跟这儿等，嗯，自己的父亲也好，别人也好，威逼利诱劝他改嫁，从来没答应过。哎，对，终于把丈夫盼回来了。嗯嗯，很多的戏曲曲艺形式都唱过这个。哎，都有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。嗯，在民间一说王二姐似乎没人不知道了。哎，这都知道，是不是啊？对对，你说评剧啊、大鼓啊、莲花落啊，都唱过这个。嗯、对，各有侧重不同，都有这段子。你像评剧唱这唱的多，评戏啊，王二姐似乎哦，大回悲记，是是，尤其后边小生在花园里唱完之后，啊，后半段有这么一段滚板唱腔，嚯、这个很好。嗯嗯，因为什么呢？啊，他不用文场，只是拿板和鼓壳着。哦，这只是武场，要求演员的嘴里边得干净。哎，您给来了这段怎么样？好 啊，来了这段滚板。唱不好没事儿，大伙鼓掌不唱不合适啊，那您就学一段。唱起来是这样的 啊，什么味儿啊？一病三居无有灵，殿前饭钱全落下，无有银两把账清，掌柜的一剪红了脸，李师哥将我赶出店门厅，二哥我问门处在无几奈，花子堆里的把身容，有名花子360，无名的花子数不清，头一个花子叫赵普，他的名字赵瑞卿，二一个花子叫海瑞，他的名字叫海当风，还有那丁郎赶郎亲哥俩，李富李贵二弟兄，万岁爷开了澳洲厂，州厂的老儿叫严嵩，那老太太的是见得见了满地满撒地撒来平地平，众家花子中了后母，五朝门外打严嵩，自从打了严阁老，热闹万岁把气生，万岁爷传圣旨将我们发配到苏州城，别人发配骑马坐着轿，二哥我是八个人的抬着一个小木火龙，发配来在苏州地，才与二位得相逢，这本一王真情话并无虚假，我把二位崩。嘿、嗯、真不错，好听啊。啊，这是评戏，评剧东北二人转唱的唱的也多，二人转啊，二人转唱这个王二姐似乎也有这段子，回碑记。嗯，小生在花园的时候唱那个调叫穷棒子调，嚯，学名叫靠山调。嗯 嗯，4万多句啊，那么长，下午来回唱呗，好嘛，全是废话，可是好听。嗯，咱学不了人这个味儿，大致是这样的。您再学一学，词儿多啊，简单学这么几句。嗯嗯，张廷秀未曾说话，身大义工啊，口。想当初我家不在你们苏州住，家住在山西县洪洞，只接因洪洞县里连到黄汉，一连4年未得收成，头年黄汉没下雨，头上被打
是二人转的味儿。二人转唱这个，咱们曲艺里边来说呀，很多曲种也唱。什么呀？早先京韵也唱，后来不唱了。哦，西河有这段。对，我认为铁片儿它就有特点。这是烙挺大。铁片大鼓唱这个幽默诙谐，很多演员都爱唱这段。啊，是吗？听起来很好玩。这么着吧，您再来了这铁片大鼓的这个。铁片的王二爷。哎，对对对。那秋风阵阵凉，一场这个波龙严霜儿一场，小严霜单打独根草，挂的边儿甩子儿啊，在桥门儿上燕飞这个那。秀女在房中盼想才郎，苏州城住着一位王老员外，家大这个也大，光有余粮，细细呀无儿啊，所生两个女儿啊，姑娘她是长大配夫郎，二姑娘许配了那张廷秀啊，大姑娘许配了则子叫赵昂，赵昂则到南京去把官做，王大姐就是啊一个那做官的娘，张廷秀到南赶考，一去了六年呐、未转还乡，想二哥一天吃了八张饼，想二哥一顿喝了六盆汤，八斤饼六盆汤，吃完了学没有点撑地慌，二哥哥有官没